从行驶在南极冰海的科考船，到征服宇宙太空的航天基地，从都市中穿行疾驰的地铁列车，到傲视蓝天雄姿飒爽的国际机场，在这每一个见证科技发展的舞台上，有一个平凡而专业的品牌，它以细节关注着全局，它以专注的态度快速发展着自己，它就是天翼电器，一个追求卓越服务态度的中国新型企业，一个有态度的电器品牌。不断了解用户需求，不断满足用户需求，是天翼电器的企业宗旨。正是因为所有天翼人恪守着这点，所以在市场中我们才能看到天翼不断的创新与发展。对内，天翼人创造团结与向上的环境；对外，天翼人创造和谐与双赢的环境。懂得了尊重与珍重客户价值的态度，天翼的每一步发展力求质的飞跃。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天翼人依靠严格的质量标准，严谨的工作态度，为用户提供满意的产品，不断发展和开拓进步，对客户是永恒的真理。天翼人致力于提供给客户更多价值，共同发展。固守于陈规旧道，必然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死穴，而不断创新是企业竞争的法宝。遵守客户第一的态度，让客户满意的态度，天翼电器从产品开发、设计、合同管理、生产过程到售后服务，都能为客户提供从咨询、销售、技术服务到售后全方位的优质服务。高效认真的企业团队也充分显示出了其积极向上的企业态度。目前天翼自主拥有各类模具专业设备20余台，各类专业检测设备10余台，生产中心的多条自动流水线设备，力图利用自动化、省力化来实现制造稳定的产品，并以此满足用户需求。技术中心广泛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雄厚的技术开发能力保证了天翼产品的先进水平，因此几乎每个月天翼公司都有新产品推向市场，并获得多项技术专利。先进的设计理念、敏锐的市场目光、不断了解客户需求，使天翼电器更贴近用户，并获得众多用户的青睐。关爱人生，细节人生，从细节创造完美的行业特性中去感悟，天翼人也把在工作上追求完美的态度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和独特的企业文化之中。电器提倡温馨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让员工在细节中去感触。厂区内无时无刻不向我们展示了细节在整个企业发展中彰显的力量。上海天翼立足中国经济的龙头之地上海，在长江三角洲经济腾飞的同时，将产业辐射全国并迈向国际。作为一家凭借向传统观念挑战而取得成功的公司，天翼电器公司致力于与它的客户在基于创新思想和双赢发展中创造更加亲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在立足低压电器领域的前提下，寻求广泛合作，树立一流品牌形象，使天翼电器成为效率卓著、享誉国内外的企业。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不断完善销售和服务一体化的网络，提供系统而全方位的服务，是天翼电器坚信的成功之道。今天我们的态度将决定我们的未来，天翼电器诚挚邀请合作伙伴共创中国电器行业的美好未来。